五十块只有你跳，又不是我们跳。有求必应哎，天哪！顶尖成绩的优点呢、啊？那我们直接是要讲啊，捐个钱好不好？很穷哎。不要捐太多，我捐四万。太多了，太多了。我要八万。更多。我想点出超级风暴。那通常这种东西都是要有什么有猴子农场再加八十关左右才有能得到的钱。嗯。推走。封门封起来。哇，你的死灵走到前面去了哎、欸！你知道这是死灵多险啊？感谢你加乐分享，还是喜欢我们在。应该比较不会爆麦了吧？因为我在麦克风前面塞了一只娃娃。你是直接绑在他麦上吗？没有，就是一个防喷麦、防喷那个架嘛，跟麦克风中间塞了一只娃娃。所以我发现昨天王国之战的那个，把前天的记录档比较好点，因为爆麦的成分很少。奇怪，有死这么多气球吗？那怎么复活的？没有啊，有啊，来喽，大的哦，能不能过去靠缇娜喽？缇娜加油！哇，为什么是我？缇娜，你吃最多钱呢？缇娜，你最棒！也算你最多钱吗？应该是过了啦，是我耶。我是可以把飞船打掉，可是小气球要靠后面。过了，过了，耶。返回哎、欸，我是最多哎、欸，你的钱是最多的好不？我是后面才放那一只哦、嗯。为什么你会钱最多？明明是一样的东西啊。嗯、欸，对啊。那点还他点线成绩他没算进去啊。玩一下哦，这个是龙之武器，不要像素之心分配。来，最后一场。开错了。那我先上去。好。双倍生命值飞船，还是要备用气球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备用气球轮是什么？不懂。备用气球还是爆掉都会有多一个？好啦，双倍生命值好了，这样后面的人至少有得玩。哎、欸，号码变了、欸，哦，变两次了。是啊。双倍血量哦。我也不想在前面呢、啊。求同伴。我进吗？还是有人要进？你可以再来吗？看你啊，我不肯打字。我的字真的是很难找。来吧，艾琳。好。按字本杰明。按下去了。本杰明，对耶，我没有换。再跳。没关系，没关系，靠你们赚钱就好了。那时候我们哦耶！我在前面右，我在右下左下角，太爽了。哎、欸，我又在刚刚那个位置，很好，靠你了。那我只好首先先摆脱我的飞镖后，让他顺。啊，
好了，说好让他顺呢。等一下嘛，好了，有人缺200块而已。好，摆着。你们先集资哈。我给了，我给了。好，我可以放了。我要放哪里？够了吗？够了，够了。Okay. 再换另外一个啊。这个电脑，这是换谁？看你要给谁啊，不是吗？嗯，艾琳先比较多，就给艾琳好了。不是、啊，Tina，把游戏全部丢出来，丢给艾琳。丢了，丢了，丢了，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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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要再叠了。冷静好吗？剩下的钱还来，还来。好啊，我要还也是还五圈吧，五圈没钱。不是给我、啊，五圈的钱是要给我的。给谁？啊、是五圈的钱现在一直在给我，你知道吗？他一直在一块零块，一块零块。没关系，你要怎么还都可以。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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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五圈要给我还钱，可以了。啊，教主我就五块五块给。哎、欸，那我什么？好了，够了，等一下，好好好好好，钱还好了。我要干嘛？好了，再就是该放角色了。等钱。等钱品。我在后面，所以只能放着。住，在后面做事。因为他在后面还有很多只可以做事啊，破击炮也可以做事啊。是没错、啊，可是狙击手比较好啊，而且后几炮比较贵。放一只可以练的吧？那次放我们放几次啦？所以我该放后几炮了吗？啊，算了，没差啦。我都练不起来。啊，我知道我可以练什么了。工程师在哪？我可以练那个。王牌猴子，哈？不要！不要冷静！为什么？我们在偷关卡、欸，你冷静一点哦、喔。多人不要玩王牌，王牌是一个人来，除非他们优化那一只猴子。咦？干嘛讲？刚刚老 G 跟教主他们玩的时候，放下第一台而已，其他就那个了。你说呢？那我只好练我的直升，那直升机能不能？可以。可以。好。记得闻风丧胆的猴子。哇，没班杰明真的差很恐怖哎、欸。哎、欸，你们前面该有人打迷彩的吧？没有，我会瞎。我可以打迷彩。你可以打迷彩哈，那我就。图钉是可以打，没错啊。哎、欸，那我就升。图钉没了，那就不行了。那我就升千加速度了。枪我也可以打。我先跟你讲。土地没了，他就不行了。他可以盯很久了，放心啦、啊。而且空箭手只要到五级就可以打迷彩了。嗯，看来来不及。不是啊，直升机可以升那个、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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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抢生意啊！做事，我要做事。你可以放，你可以那个定点在后面啊。不要。无能为力。抢生意啊！你练等哦，你是要练哪个角？你是角色等级还是人物等级啊？练都有。练猴子等级去单人比较好练。我是主要想练单人放一堆的话，其实很好练。啊、主要练人，我自己的等级啊，猴子的等级不急。六。我才双枪，你就放盒子出来了、欸，哎，夸张。艾琳，不要逼我。我们可以一起来。不。他放前面，我就知道。嗯。谁封谁的门啊？那我知道我要干嘛了。
等等，你们看看我放什么东西出来。嗯，你不要放会累格的东西，一切好谈。好的，我要来准备贷款。还贷啊？哎，等下有打飞船。我不要，我们只打80轮，我先跟你讲一下哦，你应该跳不到哪去哦。当然是没有啊。有啊，我可以打飞船啊。到那里就来不及啦。那我无能为力啊。艾琳狙击手升上去吧，就可以。等等，我再继续升。可是首先要有钱。我瞎了，没关系，我前面直升机做事了。我会不会玩到最后，我的输出最低了？我想我输出可以破100哎，可以啦，一定可以好不好？来出个那个什么法师猴，把气球往前吹。小明呀，你破100了。天哪，40关我才开出一个气球陷阱哎，还没盖出来。你要现在给你钱啊？不用不用不用，出来了出来了。但我瞎了，瞎掉了。怎么那么容易瞎啊？天啊，好瞎哦！你再放个2只工程师后，你就可以放个火车。我怎么想到3次啊？我真放不下去了。再放一个。放大，放大，放大。哎，马上瞎。哎，好了。不是啊，艾琳的直升机在那，没钱呐、啊，翻不了猴村呐、啊。艾琳后撤了，他们抓起来知道他们有钱了。到时候被他们抓，不知道有没有钱呢、欸？艾琳，你要不要后退看看？直升机后退看看。啊？什么东西？你直升机后退看看，不知道被他们抓有没有钱？我现在是自动巡的呢。你可以调。他可以改啊。哦，可以调。啊！我后退了。哎，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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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中间巡逻就好了。好，等一下我改个巡逻点。啊！他们抓一要钱啊！哎，还是那个 Tina， 我们可以改关闭啊。关闭是不是就不会射了、啊？我觉得不太妙。不太妙。3、2、1，没事，好，不要乱讲话。没有，这3秒内没问题就好。心脏不够大。不行，锁定不能巡逻点啊，我怕会来不及去。不然你就定点呢、啊，定点在那个中间的那里。会旋转的地方。中间走旁边那朵小花。那你只好用滑鼠跟着他走了。右下的香蕉，对不起，快烂了。人类最终防线。右下的香蕉快烂喽。我的香蕉。没快、啊，那就只好让它这样。看有没有蹭到。你还是让它，让它自动巡好了。对啊。因为就近点在猴子旁边的花，其实没什么关系啊。啊，对了，你没有那个螺旋桨。就老样子，这边放一只这个。你不要让我这次下来一点嘛！我们是不是关系不好了？各位，这是合作游戏，各位。我给你钱，你放好不好？你那边放一个。不要了。其他。不用了，不用了。我已经是最少赚钱的人了。
我必须要说，刚刚艾琳直升机一走，好多钱啊。艾琳有没有听到？他们在赶你走。没有，是他赶他走，我没有。我也来蹭攻击了。哦，你好挡路哦，走开啦！要不有人说你？嗯，是的，飞镖猴啦！这有办法打掉吗？可以啊，可以啊。你看我的那最终防线还在用吗？还在那盖一栋。不管了，我以后不带本杰明以外的角色了。好强哦！怎么会穷成这样啊？我是台湾大富翁。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贷款人了。没有，只有你不用贷了。没有，你看左下那边有人要贷款。没有啊，我他没有要贷款，我玩到现在都没贷过款哎、欸。真假？真的啊。真的啊，我贷款真的好玩呐、啊。一瞬间拿到很多钱，你会很爽。对啊，只是你要还款就欠债欠得很开心。是啊，我劝你的输出都是那些刺。人类最后防线呢？就够了啊！我觉得以前你们前面那五只工程猴就够了。不是你，我告诉你，你们越打越久，这边累积越多，因为我这边是看轮次的。你们这关可以拖十分钟，我这边可以让这边整个都变黑的。表态都会消失啊，但是会撑久。基本上还是看轮次的。我知道素人可以赚钱啊，可是本杰明比较屌哎、欸。你素人你还要去德鲁伊啊？他经验是要怎么拿？什么德鲁伊？你知道把德鲁伊放出来练的呢？对啊，你就全部丢出来嘛，丢在路口啊，跟直升机抢经验啊。我也丢不到入口啊，我在右下角。我一个人的话啦。不然你现在放一只德鲁伊出来，看他会不会稍微有那个经验值啊？你就是每回合再点开来看看有没有加，就知道了。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不太清楚他的那个到底是怎么加的。对啊，我也觉得很纳闷。我有测试啊，我那时候是摆了五只小只的跟一只攻速最快练到满的，然后发现小只的还是比攻速快的多一点点经验。我不知道是算打击次数还是算击破次数。因为那时候跟直升机抢到了，正在打的时候不会给经验，都要打完一关才会给经验。对啊，所以你可以就是单人的时候去测试，进去先看经验多少，打完出了再。他好像每轮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经验，就算他没有打到。可是没有哦，那个什么，像尖刺陷阱那些就没有了，我试过了。支援的是看次数啊，使用次数那不一样啊。可我这德鲁伊完全没在做事。你可以把它练上去啊，第二条练满，帮你德鲁伊。我就是想要练那个，所以就是要先要把。
不要、哦，没事。不要、哦，我断了，我断了。无缺，无缺，我继续。早就有你这种人啦！又不是我的问题，刚刚就没事哦。你为什么又踢我？你是不是想要独享经验？我是这种人吗？看你可不可以打过啦，反正都七十一关了，能拿金牌就拿吧。好啦，我也差不多要关台了，我去收台一下。好啦，反正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啊，就以前小时候玩的守塔啊，只是现在是换个方式在，不是换个方式啊，就换变成猴子当成塔啊，泡泡当成怪。他以前就是很喜欢玩守塔类游戏，才会之前买了五代，那现在六代也跑回来玩这样子。然后，好啦，也就这样子啦。那晚上的话，应该还会再找个游戏来玩，不然就玩这个游戏。那晚点再见啦，感谢各位收看。好啦，感谢各位，感谢。那我们晚点见咯，拜拜。关台。